本节目由好书宝牌黄金油胶丸特约播出。浓痰久咳喊你好，饭用好书宝。有警示，有故事，这里是北方警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志。节目开始之前，先进入咱们这一期的警示快讯。男孩淘气被困房顶，民警解救只用五分钟。这块这个房顶呢，爬房盖顶上了。那天啊，俺们值班，那个有老百姓跑到俺派出所说，快出来救人。救人？救什么人呢？原来是一个小男孩淘气，被困在了六楼的雨达上，进退不得。怀仁县公安局五女山派出所的民警接警后，马上赶到现场实施救援。这谁家？七楼啊！稳住他，你跟他唠嗑啊！快点！哎，哥们儿。你开锁是吧？麻烦你快点吧，救个人，快到民探派出所，快点啊！到六楼和七楼的拐弯那个平台上，就发现那个小孩是从那个小窗上跳下去，那地方挺高，小孩是踩着蹬的上去。凛冽的寒风中，小男孩冻得瑟瑟发抖，他紧紧地贴着墙壁，一步也不敢迈。你别动啊！别动啊！等一会儿我看怎么弄，我看怎么弄，等一会儿。把棍子顶住啊！民警从现场捡来了一根长方形木条充当栏杆，将其固定在窗口后，鼓励小男孩扶着栏杆缓慢移动。过来，让他队友过来。别怕啊！这儿，你搁这哥们儿呢，手给我来。帮他扔一下，帮他凑过来。那个手，别动啊！好，进来。经民警事后了解，当天小男孩的父母都不在家，孩子闲着无聊，看到楼盖与自家房门相通，就想着爬上去玩玩，但没想到钻出去容易，想回来可就难了。还好被路过的百姓及时发现，并马上报了警，小男孩最终安然获救。小孩子淘气，这也是正常。以前人们就常说，一些熊孩子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孩子的自制力差，好奇心强，对隐藏的危险没有预判，这就需要我们的家长不能疏忽大意，尽量不要把孩子一个人留在家里。接下来看看观众们关心的相关法律问题都有哪些。王女士问，我儿子读小学，在上体育课时老师擅离职守，从单杠上摔下来造成伤害，老师要不要付一定的医药费？律师回答，上课期间老师擅自离开，造成学生伤害事故，具有过错，老师是职务行为，其行为后果应由所在学校承担。如果您有涉及合同、房产、债权债务、建设工程等方面的纠纷，需要法律咨询，辽宁巨东律师事务所拥有专业的律师团队，欢迎大家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24-3112-7786 024-3112-7786。麻将馆里，神秘男子只赢不输，出老千的高手或许就是你身边的普通人。谁在出老千？北方警示马上播出。生命中的每一个点滴，都蕴藏着用心成就的美好生活。27年，我们因健康而生，对于伊利，每一滴好羊奶都带有生命的温度。荷兰黄金产奶袋，多重配方，伊利科学实验室验证，从牧场到家庭，从中国到海外，伊利羊奶粉用更高品质来呵护您全家的健康。中医传承，匠心悠远，高真堂弘扬中医文化，全生命周期诊疗养一体医疗连锁，对常见病、慢病、疑难病一人一方，辨证施治，高真堂道地药材秘法炮制，打造高方精品，中华高方专家，伴您健康百年。有警示，有故事，这里是北方警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志。如今去麻将馆打麻将是不少人喜欢的休闲活动。前段时间，萍乡市安源区一个麻将馆里有人经常赢钱，其他输了的牌友认为他在出老千。
可是警方介入之后却发现似乎并不是这么一回事。今天我们节目要讲的就是一个关于出老千的离奇故事。萍乡市安源区的郑清玲是个商人，空闲时喜欢到自家小区的麻将馆里打麻将。最近一段时间，郑清玲非常郁闷，因为她是场场都输。说出来别人可能都不相信，我就是四天的时间就输了将近10000块钱。我打麻将这么久，打的又不算大。这家麻将馆开在一个居民小区里，平时一起打牌的都是街坊邻居，彼此都认识。不过赢大家钱的是一个绰号叫油条的人，他并不住在这里。我以前从来没看过他的，也不晓得他叫什么名字。几天时间里，油条已经赢了好几万。郑清玲他们怀疑这个外来的牌友很可能有作弊出老千的行为，最终大家选择了报警。在电影中，赌局里经常出现抽老千的高手，他们的牌技出神入化，甚至能够透视麻将。如此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真的会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吗？民警的心头充满着疑问。因为之前也没有听说过这种事情，都是在这种港片的出现的这种电影里面才看过，说是麻将牌还能透视，还能看得清什么牌，就也觉得是不切实际。然而小区麻将馆里所发生的这些情况又的确不太正常。通过进一步的了解，警方发现了更多奇怪的细节。就是那个眼镜专门直接盯着那个麻将，就是这样子。他盯着别人的牌的话，那个最好的那一些纸，那是麻将纸。此外，油条的眼睛也有些不太正常。油条他的眼睛老是红红的，反正就是感觉比我们一般人的眼睛要红。感觉他打眼，就是他眼睛就是有红，比较奇怪，有揉眼睛的动作。眼睛红红的，又总是盯着别人手里的麻将子看，油条的行为确实令人生疑。而他在牌桌上，则是手气好、技术高、尽显高手的风范。按道理是会有放炮嘛，放炮你要格外出钱，他就基本上是没有放炮，就是很少，偶尔放一炮两炮给人家。很快民警找到了油条，面对民警的到来，油条显得有些慌乱。他就悄悄地背过手，就是递了一个东西给他的朋友，民警就发现了这个情况，就从他朋友手里这个眼镜拿过来的。这就是民警从油条手中查获的隐形眼镜。从外观上来看，它其实和普通的隐形眼镜没有多少不同。表面上看就是普通的隐形眼镜嘛，拿一个装隐形眼镜的盒子，里面有药水。它就是中间部位就是有点深紫色。这副眼镜看起来并没有多少科技含量，难道靠着它，油条真的能够透视麻将，只赢不输吗？我们也怀疑啊，你说这个眼镜怎么就特殊了，怎么就看得出。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个简单的试验嘛，用了一个普通的近视眼镜，然后将这个隐形眼镜贴在隐形眼镜的镜片上。民警拿来了一副麻将，通过隐形眼镜进行观察，结果发现根本无法进行任何的透视，也就绝对谈不上能够知道是什么牌了。油条则表示自己打牌赢钱靠的是手气，可不是作弊。我手气要赢一点，我就走。我觉得手气好也很正常，是吗？嗯，很正常啊。有时候别人手气好，一下子赢两千块钱就走了，他靠手气。据民警了解，油条根本没有近视，他随身戴着隐形眼镜，完全不符合常理。可是这副隐形眼镜看起来没有多少科技含量，经过检测也不能透视麻将。那么，是否事发麻将馆里的麻将有什么玄机呢？民警立即提取了小区里麻将馆的麻将。这个麻将从表面上看的话，和普通麻将一样，没有任何的区别。嗯。但是的话，如果戴上这种眼镜看的话，我可以准确的看出每一个麻将。嗯，够吃。它那个具体是什么，我都能看出来。啊，你像这个的话，它是四饼，这个是8万，这个是9万，这个是6万，这个是8条，8万。3条，2饼，5饼。啊，对，都是。通过特制眼镜，民警发现，在这些麻将子上面竟然留有记号，而
通过测试，油条的那副隐形眼镜竟然具有同样的功效。你像这种的话，四饼的话，它是这里一个阿拉伯数字带一个圆圈，圈代表的是饼，这个就是四饼。然后八万的话，它是一个中文的八字，代表的是八万。然后这个条的话，它就直接是一个阿拉伯数字，代表就是像这个是三，就是个三条。无疑，事发麻将馆里的麻将全部被人动了手脚。它应该是通过这种，它涂了在上面涂了那种药水，通过这个光的反射，然后通过这个滤光镜把它反映出来的。它要配套使用，牌有记号，隐形眼镜，特殊的隐形眼镜才能看到这个特殊做了记号的牌。不是说这个隐形眼镜带走所有的牌真的能够透视这个麻将，只是说能够看到这个麻将上做的特殊记号。麻将馆里平时都是人来人往，如果有人要动手脚，立即就会被发现。更何况要配合使用这种隐形眼镜，就必须用药水对所有的麻将进行标记，或者调包整副麻将。老板娘是说对这个事情不知情，因为她自己开麻将馆，她说我不可能我在我自己开的麻将馆里面耍花样，就是弄些这些小名堂，都是附近的邻居在这里打，她也不是开一天两天。事发麻将馆已经开了一年半，以往并没有出现什么异常。前面一直都是正常经营，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没有出现什么打牌的纠纷，也没有反映过这种情况。民警对麻将馆的老板进行了调查，发现他们以往确实和油条不认识。可是，如果不是麻将馆的老板在麻将上做了手脚，又有谁可能在这人来人往的麻将馆里给所有的麻将做上记号或者调包呢？油条又怎么可能这么凑巧来到这家麻将馆打麻将呢？为了解开这一系列的疑问，民警再次对油条进行了审讯。油条真名叫甘德全，36岁，泸溪县人，因为长得瘦，人送绰号油条。他曾是一家大型养猪场的老板，有车有房，家庭幸福。然而迷恋上赌博之后，他输光了家产，和妻子离了婚。会是他对麻将做了手脚吗？那是你弄的吗？不是我弄，不是你弄的。我现在因为我没本钱去弄那个，我一个人也做不了。如果油条说的是真话，那么他怎么可能知道事发麻将馆里的麻将有问题？费尽心思对麻将动手脚的人，岂不是白白的为他人做了嫁衣？我当时转下有这个东西，我就打量说，一般别的地方没放这个东西，你戴眼镜去没用。油条说，因为赌博倾家荡产之后，他还想扳本。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说在萍乡不少麻将馆里有人使用特殊的隐形眼镜出老千，于是他也从黑市上购买了几副这种眼镜。以前打那个扑克牌，扑克牌也是可以聪明的，有时候是吧，怕别人来赢我的钱，我也怕别人出我的老千。油条交代，买来眼镜之后，他便戴上到各个地方的麻将馆转悠，结果真的发现确实有麻将被人动了手脚，可以通过这特殊的隐形眼镜看出来。起码保证自己不输，要输也输得很少。如果你不戴上这个东西，你有时候去那些麻将，如果别人换了，你不知道你输了结果是输了。这种特殊的隐形眼镜都有一定的颜色，戴起来也不舒服。像白天戴这个眼镜，就是外面都是红色的，十字路口那个红灯绿灯那个都看不清楚。那么油条所说的这一切会是真的吗？民警对萍乡的其他一些麻将馆进行了实地调查，结果发现确实有不少麻将馆里的麻将被人做了记号，就发现了有这种透视麻将子、做特殊记号的麻将子，都是在麻将馆里。就你所了解的哈，在你们萍乡开麻将馆的里面，被别人做了手脚的麻将多不多？应该多，我站过的地方啊，有4-5个，还有一些是不是戴眼镜的，就是那上面钻了那个孔的，就用那个针头钻了孔，也是做记号的，那个是不戴眼镜的。警方的进一步调查显示，甘德全与事发麻将馆老板之间并没有联系，不存在串通仪器抽老千的可能。可是麻将馆里人来人往，麻将究竟是怎么被人动了手脚呢？老板娘是说，他们有的时候可能是有人玩通宵麻将嘛，他们也不会说晚上一直守在麻将馆，
就会将钥匙给他们，让他们自己结束了就自己离开。他怀疑是他趁他们不在的时候把里面的麻将纸做上了标记。如今甘德全因为涉嫌诈骗面临着法律的惩处，而对于不少麻将馆的麻将被人